您欣赏相声《劳动者之歌》，表演者林飞、叶鹏，掌声有请。好啊，这么一场接着一场，怎么了这是啊？我都没看见台上有什么，他就下去了啊。感谢大家，哎，五一期间到这儿来听相声，多好，听我们大豆说相声。是，大豆呢，咱说良心话啊，什么叫良心话？哎，这样不说良心话，遭雷劈、哎。这叫什么话呀？什么良心话？今天舞台上这话啊，啊，稍微咱有点叫自大吧，自大。大豆对得起您各位。怎么讲啊？演员都很卖力气，对，都很下心，是弄节目啊，前面这个群口的相声。啊啊！林涛、董建春是李丁，对对对，三个人弄的这个作品，嗯啊，干什么去啊？学那我啊，别想那个啊，9/19/29，新节目，一个穿越作品，哎，少见啊！告咱什么道理呢？什么道理？从9岁到29，告咱什么道理啊？嗯，这叫少壮不努力啊，老大驼石碑，对不对？这说呀，小的时候必须得撒王八是吧？什么王八？什么石碑？王八驼石碑。老大不努，老壮少壮老。少壮不努力，王八驼石碑。老大徒伤悲，老大徒伤悲。教您这个道理，是仨演员的风格啊，迥异。迥异，真是啊，迥异。哎，您就在这个相声演员里边啊，哎，也甭说相声了，嗯，你在演员里边啊，你在人类里边，你就找不着他们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吧？这呈现的非常的奇特，很新鲜啊！这场应该我们哥俩给您表演，管人了。哎，这场节目非常的重要，怎么呢？因为如果没有这场节目啊，这个劳动节专场就不成立了，对吧？就得靠我们这节目呢啊！应该歌颂劳动者，对，应该歌颂，应该歌颂。嗯，五一期间啊，劳动节，国际劳动节，就是应该歌颂弘扬劳动者。那当然了，你比如说啊，什么呢？有一些年轻人。年轻人有志的青年怎么样？在五一期间不休息，哦，不休息，坚持劳动，在北京城的小剧场里面为广大的父老送上最为质朴的快乐，这样的劳动者你觉得怎么样？太伟大了。太可敬，太可爱了，太值得钦佩，太不要脸了。就是我们为您奉献快乐的事，我都是吗？哎，话又说回来了啊，应该热爱劳动，那是对不对啊？哎，你劳动怎么样啊？我啊，你怎么样？热爱啊，热爱劳动啊，是吗？从小啊，做值日的时候哦，我就好啊，做值日，我主动要求擦玻璃。哦，这活不好干，我淘气，我爱登梯爬杆的。哦，2分钟弄完一块儿，2分钟擦一块儿。咱那个玻璃擦的啊，各位，嗯，你打远处看就跟没有似的。哎呦，离近了呢，就是没有。都菜了是吗？两分钟我就弄完一块儿。您不如交给我啊，一秒钟菜六块，敲的那么散弹，啪，那么碎的手。哎，您这不怎么看？哎呀，劳动啊。又不管你，还怎么着？劳动多了，说呀，劳动其他的门类我就擅长了，都行吗？都行啊。哎，你做饭怎么样啊？什么东西？做饭，脑子大活粗，不是大伙就伙夫你。不，你做饭嘛，做煎熬什么的。做饭啊，你真逗。我要是做饭啊，我现在这个手指头还能在这摆着。都堵我了是吗？对呀，那跟机器猫似的。我怎么这样了？哎呦喂，色儿也挺像的，你知道吗？再加一苍蝇，真可耐。哎呀，说呀，啊，想着做饭呢。做饭不行。哎，也做过，做过，是吗？忘了。哪个呀？冰激凌馅的饺子，袋儿零的饺子。对，前面听过这个，袋儿零包饺子都干过。啊，对，北面，哎，北面，对，北面二里水打馅儿，你知道吗？
们就别交流，还干什么？我做多了啊，做多了。比如拿手的啊，西瓜炒姜。哎呦，蒜蓉的榴莲，干炸胖头鱼，你都吃过吗？你我都能吐了。干炸胖头鱼是吗？弄多大锅呀，这个。我菜差点意思啊！您有什么擅长的菜呀、啊？拿手菜，拿手菜，拿手菜啊！啊，切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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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也有一拿手菜，您是晕菜。哎，咱俩合适，合适不是？您这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您这做饭可不行，劳动着，做饭不行，缺了一点差。劳动不行，劳动我是差一点。过去咱们的老先生的话，你都忘了。老先生话都忘了。老先生说什么跟劳动有关系？老先生说了，说什么？说劳动者是最光荣的人。李老先生说这么句话呀、啊？毛老先生他就说劳动人民最可敬，为人民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向雷锋同志学习。咱别老这么说话行不行？对，劳动者是最可敬的人。啊、最关键一个问题，小时候那么多歌不都唱过吗？歌颂劳动者，唱劳动人民，无产阶级，这都唱过呀。你别上跑啥阶级啊？唱劳动的歌多了，像比如说，啊，这个，来，小时候那歌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太阳什么？太阳有个太阳，知道了啊？啊，那个怎么唱什么呀？啊，那太火红的太阳刚射山。劳动最光荣，就这歌。劳动最我最熟啊，这歌。最我能唱最熟，你一句都没唱出来。黄渤啊，最熟嘛，还是那个什么？哪个？爱学习，爱劳动。张大爷为这努力功劳，是这个。小时候教咱们劳动，这会儿还特别小呢，教咱们劳动的啊，很多都是从小啊，用这种艺术的形式哦，培养我们哦，让我们树立爱劳动的这种价值观啊。对了，小时候有儿童歌曲，后来再大一点啊，好多艺术门类啊，都有这个鼓励我们劳动的，是吗？歌颂劳动场面的哦，描写劳动人民的戏曲啊，戏曲有。歌曲呀，啊，都有各种的艺术形式，民间小调都有，歌颂劳动人民都有，戏曲里头有吗？太多了，说一说，你比如说啊，南方的南方剧种黄梅戏，哦，黄梅戏，黄梅戏啊，这一听这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产物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你想在这里边加黄的，嗯，梅戏，黄梅戏，哎，黄梅戏，怎么加黄的梅戏？生梅戏，不像话，拿生梅戏的，你这什么黄梅戏？这么解释啊？发源于湖北黄梅戏，黄梅戏，哎，大家伙熟悉的哪个？天仙配，天仙配吗？天仙配。树上的鸟儿成双。这个音是打哪儿出来的？打哪儿？往哪儿看呢？打这儿出来的，嗓子出来的。你看就在这听这个鸡聊鸡聊的声儿。成双对，还对唱的露水青山带笑靥，历久
啊，你就交上全是我的，这得有我的事儿，多新鲜呐、哦！反映的是什么呀？反映的是七仙女，七仙女，天上的仙女，神仙都热爱劳动人民，愿意嫁给劳动人民，董永一块劳动，哦，对不对？放下自己的身份，嗯，天上这王母娘娘这几个闺女没有别的事儿啊，第一件事就是看见民间的小伙子，然后下凡勾搭人家。织女啊，啊七仙女儿都是干这个，都干这个。二件事就是洗澡，是吧？洗出事儿、啊，一洗澡准得出事儿、哦。天天这姐几个上来，哎，又开了一家，咱们去看看去吧。看看，都东莞仙女儿似的。那这又开一家，上那干活去是吧？讲解道理嘛，哦，就这歌。讲解道理嘛，戏曲黄梅戏里。黄梅戏，黄梅戏，湖南。湖南什么呀？凤阳花舞，花舞戏。刘海砍樵，哦，有这个。一个樵夫啊，胡大姐不也看上他了吗？是吗？胡大姐，你说你起了哎？还有我，你说说你服了？胡大姐，你跟着我来造了哎？花鼓这我也会，也是，嗯，爱歌颂劳动人民的。哦，还有还有吗？到了北方，北方，北方有这个评剧，哦，评剧，评剧，就搁此地吗？哎哎哎，评戏啊，哪个？哎，评戏那个刘鸟，刘鸟，对吧？刘评戏，现在评戏刘鸟，刘鸟，刘鸟，您这不如刘东西，把三条留着，砍刀二条，你知道吗？留什么腰？不是留那打的你，留鸟干什么？留巧，留巧不留鸟，巧鸟这不一个东西吗？不说，非得是留巧，留巧，留巧，夸赵柱儿，赵柱不也这句吗？怎么唱啊？我爱他，身强力壮，能劳动。你还有不唱的？这是，哎，打唐山来的是吧？脍炙人口，这是能劳动，哦，爱劳动的，都是爱着爱劳动的人，还真是。京剧，京剧也有啊，京剧也有啊，是吗？现代戏哪个呀？海港有这戏，海港的看这海港的工人啊，把这海港是旧貌换新颜了，这个有这个，看着特别的高兴，对对对，说那个大老雕啊，能那大雕沉真海成吨的钢铁，他轻轻地一抓。起来了，这行以后少演啊，我再演我是辣的，我告诉你吧，哎呀，大溜车这知道长根子吗？要不你醒过来得了，你干嘛去？我最醒了，你干什么去？就是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嘛，描写的什么呀？海港的工人，哎，了解了。喝完了药之后啊，干点什么呀？是吧？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这副刀这么一划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还嗑药呢，摇头晃脑。就说明咱们这工人阶级热爱劳动。哎，嗯，传统戏曲里边，对了，很多这样的。还有吗？歌曲，歌曲里边，歌曲歌颂劳动人民的，啊，哪个呀？更多了。说一说，刘秉义唱的那个哪首歌？我为祖国献石油，对对对，啊，我们的石油工人多重要，偷来几块走天地啊！这不还是花脸吗？这不是能唱我们的石油工人多重要？刘秉义这个鼻炎怎么治一治啊？是这调，是这调，你唱歌怎么那样的啊？习惯了，那样的啊。还有吗？还有哪个？歌颂这个渔民生活的渔民，打鱼的哪个呀？郭颂老师，郭老师，东北演唱哪首？乌苏里船歌，乌苏里是好听。描写的是什么呀？描写的东北人民的民风民俗哦，描绘的他们的生活场景。
这您会唱吗？唱起来这儿啊，您唱一唱。要那往河里捞，河里吧？您这个不对，您这就是东北人民的习俗。歌颂劳动人民的，是是，还有哪个？歌颂饲养同志的，饲养员工作的，哪个呀？也有歌曲啊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呼噜呼噜的为你，我老虎了，为我像话吗？这歌是什么？家畜饲养员的，我这不对，歌唱饲养员。那歌的我是一个饲养员，你说吗？正常，我是一个饲养员，饲养的有枪，我有八个大肥猪，肥的都漂亮。什么？我是一个饲养员，饲养的这不正这歌吗？我是一饲养员，真毁童年。我就是粉刷匠呢，我是一个粉刷匠。饲养员是吗？饲养员是吗？你有的饲养员来着吗？啊，有的地方是吧？嗯。哎，怎么？想想。对，就这歌。桔梗倒垃圾翻译过来就是桔梗，哎，就是
什么这我就不同意他的观点。怎么了？这歌曲就是这个啊，你听着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你听着是刀垃圾，我每回都拿一桶就出来了。您说什么就是听见什么他就是什么，唱什么就什么意思。倒垃圾的就是歌颂清洁工。对了，那要是您这么说呀，啊，还有一首歌什么歌颂拉车女工的，拉车女工哪首歌啊？女工当然有啊，哪首歌拉车的？拉美特拉，拉美特拉。拉妹子，拉妹子，拉吗？什么？拉吗？拉？你说听见什么都是什么呀？不是拉车的吗？拉车的啊，拉妹子。对呀、啊，哎，你看这个歌啊，啊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？这是就这拉妹子这歌啊，我想想啊，啊，就有一年那个牛群逢拱，哦哦，这台上有一洋车，啊，这活动没人知道，坐享其成，春晚上的一个作品，啊、没人知道，哎，连春晚都不看了，可能大家有看过的。啊，他里面说这拉美的拉，哦，这都多少年了？多少年了？现在就我们刚才唱的这歌曲都老的歌曲，太老了。现在啊，没有人歌颂劳动人民，那可不，劳动人民的歌曲非常非常少。对，流行歌曲哪有说把视角投向劳动人民？没有，没有。流行歌曲，流行歌曲都什么呀？都是叫什么什么什么你耐我呀，我耐你呀，你耐啥？我看你啥都耐，你就是他妈不耐学习。什么都这个，把春天的花开带走，冬天的感伤，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，每一场情话忽然都有意义，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，手牵手我就咱们一起就像这路歌曲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从来我都不听。你这调够熟的啊，没办法，就这破歌啊，没办法呀，太多了，到处都这歌啊，你改了啊？你什么去？你改劳动？劳动？劳动？劳动一万年？哎呦，这就好，一辈子就干活了，劳动一万年。哎，还有什么？劳动初体验。劳动者的祸。哎呀，还有那个哪歌啊？死了都要劳动。这玩意儿差不多好听，这多给劲呢！死了都要劳动。这呀，敢怎么？敢怎么？什么玩意儿？敢怎么？不好。哎，就说呀，现在没有这种歌曲，没有，唱都软绵绵、软塌塌的，不好听，没有意思。应该唱的是鼓鼓干劲儿的，有干劲儿，听着带劲的。对了，还甭说您。创作啊，你就把目光多投向一些劳动人民，哦哦，人家自己都有旋律。什么呀？耗子，不唱毛宝，唱毛呗。耗子干嘛？劳动的耗子吗？劳动耗子。对呀，啊，劳动人民劳动过程当中啊，鼓舞士气，喊上一种口号，哦，劳动耗子吗？是劳动耗子。劳动耗子啊，老一辈的您可能都知道啊。哎，你比如说，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哪个？工地上的工地打夯耗子，嗯，打夯耗子怎么来呀？我一个人来不了啊。那怎么意思？你得给我接个下签，我给你接下签。好比说啊，啊，好比说我来上去啊，啊，上去就是我这，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，嘿嘿呦啊，都知道，嘿嘿呦，还真行。嗯，我，你刚才唱这个啊，有个我批判你的可是怎么了？没劲呢，那应该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从这里得感受到劳动人民，劳动人民网红的热情啊，太阳刚出山那劲头。对呀，使使劲呢，哎，使劲，对呀，再来一个，哎呦，又是，对对对，去吧，劳动的，哎嘿呦，哇，怎么样？听着还是花脸，这
全就是通人性，我告诉你。来一回，那咱来一回，来一回，来一回啊！来了，打憨的耗子，打憨耗子呀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打憨耗子，好，我们就开始了啊！走，准备啊！哎，没有啊，哎，没有。什么意思？我跟你就是一个，你别走了。想那么多呢啊！你什么意思？拽我哥打夯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就是那夯啊！我是夯，你以为你是零啊？像话吗？你夯啊！我成夯了、啊。大头哥，那么狠呢？还有什么指挥？赶紧来来来来来，准备啥？准备啥？夯绳，夯绳，夯绳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注意啊！来吧。同志们叫啊叫儿啊，哎嘿呦啊，竞赛的高潮啊，哎嘿呦啊，歌声了震天响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怎么意思啊，这是你也乐也不得废话啊，你唱就完，你老拽我这胳膊，我受到是不是出了玩了一会儿都，那怎么办呢，你就比划着来吧，比划着啊，比划着来。那你有什么作用？我给你打下句儿，打下句儿。你有上句儿，我有下句儿啊，是这话吗？太当然了，脑子能行啊？绝对跟得上啊，可以吗？试一试，试一回啊！我唱一个，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高又高，跟迪拜啥似的。还行啊，一座大。您这一座大楼，我高又高挺好的，你告诉我没顶子，没顶楼怎么唱啊？你琢磨呀啊，大楼没有顶子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不烟囱吗？对呀、啊，你唱出来呀、啊，那是烟囱啊！我还得给你圆出来唱，脑子得快呀、啊！我明白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一座大。烟囱小，不行。